a sword focus.那也是可以接力。这光还有一个点，就是你其实也没有办法用飞的。如果飞的话，下面那个接不住你，这个点实在太少了。可用接点过少，好像可以呢，只是它有些东西会断掉。这必须要三项皮衡，他说三项平衡。要让三点全部都有。真的看不懂了。好啦，再见了。已经滚了。这有少年的无？少年的不要一点刺激的，就赶快去睡觉了。刺激的你们担当不起。少年呢，爱刺激的无？咱家有幼气的啦，有现役女大学生哦、喔。来接幼气的啊！笑哦，笑笑哦，哦，袂掉。嗯啊，我动头，冷了了。这个这么，这个这么这么，我刚看到这个超坚固哎。好的啦，敲坚固。现在几百嘞，完全一根独大，中央的资历，王者之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安内嘞，看我好。换呢，高压的兵。波及。他还是断那一根啊。断的都是那几根呢、欸，要是给我母胎，这种高灯，别像是电缆类的坑了。
那根是为什么拉力这么大？哦，因为它支撑这两个重量。那要支撑这两个重量，我要怎么让它附加一些？哦，那好畸形哦！看这个桥，真有够恐怖。哦哦，有搞头，有搞头，有搞头！有呢，第一段 OK 了呢。第一段花了一堆钱才 OK。好，一段撑住了。第一段撑住，第二段应该也顶得住。那第二段顶得住，应该就 OK 了。老公兄弟，免惊免怨叹，那份天注定，这份靠打拼。先去武昌被抓包，有啦，我是有注意到有人一直在看我啦，就觉得，干，这家伙好帅哦。跟他拍照，然后回到家想起啊，干对啦，我好像在网络上面看过他啦，那他也没办法、啊。难怪我就一直觉得有人在看，色，搞不好谁？嗯，啊，这个不拉，他妈变得重料死。前面好像拆个一两根哦，没钱。因为他一定要三项全部平衡呢，他只要有一个地方是歪的，全世界就歪。他这边撑得住，他这一个撑不住了，这样拉，然后这根就断掉了。心宝贵啦，当归行回去。啊，这个要怎么强化呢？压的拉力。抓包还蛮怪的呢，妈！难道我去买个 Seven Eleven 买个饮料，然后也要说被抓包？那今天我去 Seven 买个麦香奶茶被抓包哦，莫名其妙。现在是怎样？妈，脸都出来，连去买麦香奶茶，妈都出事了。我的妈呀，买个麦香奶茶被抓包，妈弄得好像我干什么都像贩毒呢。好了，好辛苦哦。买个奶茶，要被抓包。啊，唔拢买呗，食西药啊。
破一个电动嘛，要抓包，忝无咧？哎呦哎呦，无力哦！起码有。不行哎、欸，我发现有那个弄得很结实。哎、欸，你不应该有。非常的结实。他是怎样啊？哪里来的什么抓包啊？阿雄在讲这個，又有人跑去偷拍我，哎、欸，蛮奇怪，奇怪，他、啊、又不是什么什么十大通缉要犯、啊，杀小，你看到我要拍照，你不过来打个招呼，拍一下就好，我又不会说滚，好、哦。然后他们偷拍，偷拍又说被抓包，莫名其妙。我不公上啊！嗯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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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突破呢！嘿、欸，嘿、欸，哦，屁股抬高高战法，哎呀，太神啦！看有搞头哎、欸，多试几次好了。屁股抬高高，烧，想吃。上次去那个啊，吃那附近那间汉堡啊，那边有一个员工就是一个臭粉丝啊，妈吃龙虾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也不知道在看三角。然后后来吃完差不多了，那个女人跑去尿尿，然后还跑来跟我搭话，哈哈，弄得好像不一对一又会怎么样呢？两个干臭乳粉，可以不要这样。弄得好像我会吃人一样，莫名其妙，这么好，看，我觉得那个尾巴超有戏。而且要是现在是钱不够而已，那钱再多一点就够。我说前面在加太多了，我要试试看拆个几根，看能不能维持。啊！可以，拆掉那一根，他也撑得住哎。存个档哦。拆一根看看。不行嘞，再拆那一根就失败了。好了，这样了。
存了那开，哎，气氛可打拼，员工身体，家庭爱顾虑。Miss B， 咱的兄弟 ，OK 啦。有搞头。家庭爱顾虑。Whispy 是咱的兄弟，哇，冷眼，哇，还蛮好笑的。这根拆掉竟然意外的好用哎！再拆一根好了，我拆几根看会怎样。啊，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健康身体，家庭爱靠你。Whispy 是咱的兄弟。啊，干 Whispy 不好。OK 啦！我干 OK 啦 ，OK 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！跟这拆掉反而比较强哎，有软 Q 之力。隐性软 Q 之力的存在。啊，干 OK 啦！可以了呢，差不多了，说。OK 啦！哈哈 ，OK 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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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搞完一关换一关，来再来，给你搞。直接拆关关。我现在已经觉得无所谓。断关关。给了我10000块，就好好的利用好了。看，我觉得这要重打掉重来，欸，就是说打掉重来应该是这样吧，这样子，这样子走，开始重来。一点去加强他的抗性，打抗性装啊！不练功就想一步登天。
王星的祝福。哦，这解运呢，有看无？吼吼，身体勇健。我是等你，看来重点是这一根。冲啊！身体勇健。我是等你。身体勇健。哦，这几个无力。冲啊！身体勇健哦。好，等你，等了了，好嘞。挺难的。老公兄弟，免惊免怨叹。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人生宝贵难，当归行回去，祈祷保好运，艰苦放一边，健康身体，家庭爱靠你 ，Whisky， 咱的兄弟。当当。啊，我是不用卖掉的。有的时候要欲擒故纵，像你要把他，然后又没有要把他一样，你要先对他很热络，久而久之，他就会自己跑来跟你说话的。你要先每天定期七点敲他，然后等到某一天你突然不敲他了，他就会自己敲你的。这是我不知道多少年前看到人家讲追女孩子的屁话，这种东西可以相信？台湾就前途光明了，哪个神经病写出来的东西？我自己都忘了。哦，对哦，我都忘记一个重点呢，怪兽岛，一直忘记按怪兽岛。你敢听，我都不敢信。哎呦哎，他力道，力道有撑住，要一点钢筋，希望前功。你爱搞哦，怪兽岛，萌萌宠物任你挑，我们来真的。哎呦哎呦，等了了呢。就让它延续好了，薪火相传。
薪火相传。哦，薪火相传有搞头呢。干，这薪火相传就用诶呢。再来一次。连中间那个都会短哦。那个都撑不住，压力要压力测试。哎呀，这样除了这样子没有搞头呢，不然他都顶不住。需要顶住。要中流顶住，这样其实加强这边就 OK 了。阿咧，起码用。哎呦，欸，其实有点搞头呢，跟看能不能再更阳痿一点，可以呢。虽然是可以，不过我应该让它无缝接轨。你哪一旦无缝接轨，应该得会使。无缝接轨，这个无缝接轨太超过了。哎呀，其实好像可以这样，哎，好像可以。好，在这里哦。它好像可以往上拉一格嘞。掉了，可以在这里。高等，天空心底，家庭来靠你 ，Whisby 是咱的兄弟。这样就够了。哎呦，无缝接轨哦。好。好。发现这个不需要这个呢。